你找林武神啊？我。对。你要哪年出版的？98和04。哼，字儿都没有。那怎么办？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飞猫的店。 各部门注意，目标出现。黄姐，这个时候，柳桃珠应该已经见到飞猫了吧？ 差不多了。那柳桃珠过来之后，您打算怎么安排？谁说他要来这儿了？他哪儿都去不了。飞猫的任务只是拿到委托伞，至于柳桃珠嘛，就看飞猫愿不愿意给他个痛快。 哥，你是带我来什么地方啊？这儿飞猫的店，你哪只是飞猫啊？飞猫你见不到，要见飞猫的姓名，而你不是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柳先生已经死了。好了吗？马上我带你去。 确实不姓刘，我是柳桃珠的助手。你不是警察？警察能知道街道时间和地点吗，哥？这个不难，警察也会知道。不是，那你要相信我是警察，你还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愿意相信，但是你要给我个理由。 大举，行动组已经到位，飞猫会在里面。再等等，我知道柳桃珠是怎么死的。炸死的？那你为什么没被抓？我被抓了。完了，我当时跟他们说，我是人质。 我也扎伤了，后来警察就把我带去做登记。
完了我让他们带我去治伤，那治伤的过程当中我得想办法跑啊，就趁着你包药的时候我说我要上厕所就跑了，这不就拿着东西来找飞猫了吗？给你治伤？对啊。还有伤？是戴局，齐队之前救人质的时候受伤了。为什么不早说？他不让说。你小子命还真大，就算你不是警察，你也不是柳桃珠，这个地方不是给你准备的。我有你们想要的东西。可以看看吗？飞猫呢？我就是。你不是？你怎么又知道？我不是柳桃珠，你就不是飞猫。还挺聪明，我确实不是，但是你也见不得。我不怕明白的告诉你，就是柳桃珠本人在这里也是见不到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飞猫只想要东西，根本没打算咬人。那齐队会不会？各单位注意，一号处境危险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想清楚了，把东西交给我，你就可以从这儿出去。你耍我呢？我没有耍你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要是柳桃珠在这儿，连这个机会都没有。我高兴个屁呀！外头警察铺天盖地等着我呢。我既然把东西带来了，我就是要见飞猫，让他带我走。我告诉你，见不着飞猫我谁也不给。兄弟，你一个人还带着伤，还有跟我谈条件的筹码吗？我要见飞猫。把东西交出来。我要见飞猫。动手。各组就位，准备强攻。快！戴局长，飞猫还没有出现。我不能行动。戴局，如果我们现在暴露了，就再也抓不到飞猫了。戴局，喂，喂，戴局。
位兄弟好身手啊。你不是要见我吗？来，东西给我，我带你走。你错了，不是你带我走，是我带你走。狸猫出现，行动。你带我走，你带我去哪儿？交给你了，快，干得不错。哎，不去医院这是干什么呢？你送我去医院。我送你去医院？你受了伤就脾气大了是吧？我替你挨了这么多打，当然得你送我去。得人太多啊。你这些伤可不是我弄的，真臭小子！喂，冰冰啊，是我，齐妈妈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南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啊？我都联系不上他了。哦，他没跟我在一块儿，应该是有任务吧？今天又有什么任务啊？他连着好几天都没回家了，我这眼皮子没完没了的跳，我这眼皮子一跳可准了，一准小南又出什么事儿了。没事儿，您别担心啊，我一会儿打电话帮你问问。哎呀，你也问不着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们同事都不接。不会有事儿的，我白天还见着他了呢。哦，那行，要是你再见着他，一定别让他跑了，帮我给他逮回来啊。行，您放心吧，我一见着他就把人给您送回去啊。好好好，冰冰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就这样啊，冰冰，再见。行，再见啊，齐妈妈。我一见着他，我就给你把人送回去，这是要把谁送给谁呀？哎呀，什么呀？都叫妈了，别装了。我没叫妈，不是。不是什么呀？是不是齐彦南他妈？那不就完了？是因为大家都叫她齐妈妈，我才跟着一块儿叫的。嗯，你是跟着一块儿叫的，那齐妈妈丢了儿子，怎么只给你打电话呀？不是只给我打了电话，她找别人找不着，所以才又打过来问我。那不还是一样吗？哎呀，你就别编了。我没编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齐妈妈，别担心哦。这叫做一个甜呐！讨厌，我不跟你说了。
哎，赶紧把儿子找回去，给人妈妈送回去啊。今天真够悬的，真没想到箱子里的东西竟然就是韦陀伞。你说这韦陀伞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事儿回头再跟你说。今天的事情证明了，想杀柳道柱的就是可是了。可这些都是猜测，没有证据。证据迟早会有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把柳道柱还活着的消息放给了葛世兰，只要他还行，他就一定会再次下手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给柳道柱送快递的摩托车手很快就会再次出现在柳道柱的医院。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不过你这些话柯迟兰会相信吗？开快点行吗？赶紧送我去医院。哎，赖少好像不在这儿。是不在这儿，嫂子在里面。这事儿不该是我先知道。当初老局长把你从一线撤下来是因为嫂子，可是到现在你还这么不管不顾的拼命工作，就连今天他要做手术你都……咱俩都欠嫂子的。到现在一直想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还。你什么也不欠他的。我想在这儿陪陪他。
哎，妈，那个钱德一直在开会，电话关机了。没受伤，你儿子能受伤吗？这样出门呢？行，我过两天回去啊，您别惦记了，早点休息，就这。去哪儿啊？我送你吧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赶紧进去吧，好好陪林如。都这么晚了，也没车了呀。等会儿不就有了呗？那你在这儿冻着吧。哎，不是，怎么说着说着又生气了？姐，我又哪儿招你了？人家好心好意的想送你，连句谢谢也没有，还这个态度，没礼貌。行，我琢磨着跟您客气客气吧，倒成没礼貌了。哎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停车场啊。你不是要送我吗？再不走冻死了。流这么多血，刚才都到医院了，干嘛不住下呀？没什么事，一住院又得好几天，耽搁不起。不是，你这钱头往哪儿拐了？前面再一拐，不就到你们家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住这儿啊？查了你那么久，能不知道你住哪儿啊？哎，别别别！别往我们家看啊！你不回家？那不回家你去哪儿啊？我这样子回家，我妈肯定又睡不着觉了。那就开个房吧。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啊！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开个玩笑。不带老急眼的。前面好像就有宾馆，你一会儿自己下去吧。客满。还没去呢，怎么知道客满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大半夜的，我就这个德行，我要去开房间，谁敢收留我？人家就算有房，也说没房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睡大街上啊？送我回局里，局里有沙发。哎，你别再跟我说话了，我要眯一会儿。大夫，怎么样？手术虽然很顺利，具体情况我回头再和你沟通。谢谢。
到了，下车吧。却告诫自己，真的不可以。不敢听你的呼吸，哪怕就这是我房间，睡醒了就走人啊，别瞎转悠。将兴奋差的人为你而迷路。我的唯一怎能放弃？不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爱你。啊，也许有一天，突然失去你。放弃爱你，不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爱你。啊，也许有一天，突然失去你，心早已属于你，放弃什么都愿意，就是无法。放弃爱你，看似冷。当初老局长把你从一线撤下来，是因为嫂子。可是到现在，你还这么不管不顾的拼命工作，咱俩都欠嫂子的。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在意。越是藏得深，越需要勇气。默默地看着你，眼里心里都是雨，为爱只能放弃爱你。不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已经在医院了。啊，那等着我，马上过来。姐，哎，你醒了，我把早点给你买回来了。姐，你先放下，你先过来。怎么了？坐。
你跟我说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，怎么半夜才回来？哦，昨天晚上我这不回家换了身衣服吗？那你换身衣服就在那儿睡呗，还折腾来干什么呀？不方便。为什么不方便呀？在咱自己家睡有什么不方便的？这早晨那么堵车，我再过来不方便啊。赶紧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马局长，我连夜从飞猫那里取得了花姐的线索，并向清理汇报，估计啊，很快就要展开行动了。这样啊，我就回去了。好，功在身，不留你了。还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。我想见见你们戴局长和齐队长，他们俩真的非常棒，我想当面感谢一下。谢就不用了。这都是他们分内的事，戴局长嘛，他妻子常年卧病在床，估计这会儿在医院呢。小齐嘛，教授担子不破，他身上这根弦是不会松下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感谢你们对我的大力支持，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您尽管吩咐。好。感谢。这颈椎骨怎么看着少一截啊？眼有问题没？怎么了？这是我妈把衬衫洗了没干呢。齐队，你这伤没事。香水味吧？属狗的你，都伤成这样了。年轻就是好，好什么呀？毛病吗？这是。齐队，我们来有什么任务吗？没跟他们说，等你呢嘛。你们俩听好了，柳桃珠现在就在这所医院里。在这儿？对，就在这儿。关于柳桃珠的死讯，我们昨天已经全面封锁了消息。现在这个柳桃珠是刚刚脱离生命危险，躺在507重症病房的患者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柯世然的人上钩。齐队，就算是柯世然知道柳桃珠还没有死，也不一定会再派人动手了，因为如果柳桃珠不死的话，势必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对象，这一点柯世然不会想不到吧？他一定晓得到，但是他别无选择。柳桃珠帮着柯世然打理毒品生意，两个人还同时喜欢一个女人，甚至还触及到了委托三，所以柳桃珠一定知道他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即便有一丝希望，柯世兰都不会留下柳桃珠的活口。嗯，干什么去了？哦，我去了趟李博士那儿。嗯，他怎么还使唤你呢？没事，实验室那儿比较忙，戒毒所让他脱不开身，我去帮他办点小事。他忙？嗯。那他忙好啊，他一忙就说明韦陀散见光的日子近了，那我就更高兴了。哎呦，这么一想的话，咱最近好像没这么愁事儿啊。你看，柳桃珠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韦陀散又进展飞快，那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
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以后上班再也不玩 iPad 了。我错了。拿过来。拿过来。柳桃珠经医院抢救，已度过危险期。他没死。辗转其中，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。苏姐，不可言。你看看这条新闻，假的。假的？不可。是警察放出的诱饵，让柯世兰上钩。这是您的分析还是？不是分析，是消息。那要告诉柯世兰吗？你要是想跟他扯上关系，那你就告诉他吧。怪我多嘴。这不可能。为什么呀？强子办事向来把握。有多大把握？这里面说的话，只要有一点有可能是真的，我就在拿我的身家性命开玩笑。别忘了，也包括你呢。我去问问强子。回来。赶紧，趁拿没开口，趁热打铁，让这头猪给我死透。你是说想让强子现在去医院动手？你是说让我去动手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就算柳桃珠还没死，现在势必在警察手里，这个时候动手怕是没有什么胜算吧。我管他呢，我管他有什么胜算呢。哎，我就想明明白白的知道结果，不行吗？行吗？挡不住阳光的心。